Hello， 所有哇塞的读者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佑胜，我是蕾妈。我们今天呢要进行哇塞的一加一大于二记忆力大考验。它的规则就是呢，他等下问我们问题，答案就在这板上，然后不准我们记，先别看。啊，对，我们的策略就是，我等一下转过去之后，我会想办法记三排，然后蕾妈记好一排就好。但是因为他说是问问题，所以我说待会我们看到的东西不关我们的事的就不要记，这是我们的策略。好的，好，好的，好的，那。结婚纪念日在哪个月份？月份。好，开始作答，计时开始。来。Yeah! 第二题，两人存在的孩子去哪里踏上三个月的异国旅行？作答开始。不是，这里是哪里？五。这个。四。三。好。来第三题，佑胜去哪儿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哪边呢？哦，难怪。计时开始。三峡。哦。对，我想说怎么会有三峡？三峡呢？五，你不是三排吗？五三排。我在。我在。好险哦！太好了。对呀、啊。三排。你这一张里面没三峡。来，最后一题。胜在野外的天敌是什么？作答计时开始。应该在哪？在我这里。我只有一个。我这里吗？我们俩几率不错嘛，我们俩几率不错嘛。